以下要為大家送上嘅咧係《獵鏡曹元》，故事咧係講述秦朝六七公主徐德言父馬因為戰亂而令到佢哋分開，因為佢國破家亡，就憑一面嘅獵鏡破鏡咧，令到佢哋再次重逢，又得到楊素嘅仗義還妻。令到他們可以再結重圓的一個蕩氣無常的故事。相傳他們在重逢之後回到他們的故鄉一起生活，過著平淡而很有意義的和兩夫妻相濡以沫的生活。最後他們雙雙在唐朝十年的時候，唐太宗貞觀十年他就過身，兩個一起過身，而陪著他們在墳穴裡面的一樣東西就是歷盡滄桑的一面銅鏡，就是這個破鏡。好，請夜雨侯小姐、張麗明小姐為我們演繹這首破鏡重圓，獵鏡重圓，獵鏡重圓，掌聲歡迎。
Oh.